们希望制定绿色家电的相关的标准。最近很多年的一个新兴产业的兴起，比如说扫地机器人，比如说投影仪，这些产品并没有一个节能环保的相关标准，所以说我希望与时俱进地推出相关的一个绿色标准，同时能加大市场的一个监督，还有消费者的对绿色环保的认知。我们从电子消费品上通过绿色环保去提质升级，促进这个消费市场的更加繁荣。